与吴雨霏恋情曝光的余文乐近日风骚无限，为博女友一笑不惜变性伴女。早前在电影中反串扮演多年前别问我是谁 MV 中的王新平的余文乐，正是扮女人扮上了瘾。看到监制钱国伟早前模仿韩国歌手鸟叔皆知向文，再加上女友吴雨霏早前又亲身上阵大跳吉马舞，余文乐为求吴雨霏一笑就投其所好，日前率领篮球队队员模仿 NBA 球队迈阿密热火大跳热爆全球的街舞哈林摇摆。再次以王新平 2.0 造型上阵的余文乐最终目标达成，马上逗得吴雨霏罕有的首次公开甜蜜留言，想要笑死人吗？真是情人眼里出傻子啊。